不知道，我自己是觉得小钱而已啦，小钱而已。嗯，我还是喜欢马政府时代的3600。嗯，马叔叔比较厉害一点。不过3600那次好像问题也很多，就是这次限制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，因为他为了要刺激实体店面的消费，所以才故意限制这么多啦。啊，说真的，其实数据可见啊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店家就是爽赚啊，那些网络店家真的是大幅度的成长啊，大幅度成长啊，对啊，没办法，我可以说救经济的同时，也是为了救自己的选票吧。哎，计程车司机可以用吗？不行吧？还是可以？计程车司机可以哦，哇，好赚哦！计程车司机应该会收吧？他们只说这一次那个3倍券的那个防伪机制，听说梅花是梅花吗？还是什么花？就是有可能是一朵，有可能是半朵，有可能是两朵，对，听说都不一样，超好笑。梅花。欸，刚才是不是有人放枪？干！我觉得浮水印的位置没有固定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在制版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所以那个纸张在切割的时候呢，位置都不一定。对。甲乙丙捞船难度会差很多吗？差蛮多的啊，但因为你选甲要打 S 圣也很难啊，也不简单啊。怎么辨识？我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啊。所以很多小吃店他们怕被骗，所以他们也不收真金券啊。听说很多夜市有的不收，有的收啊，就政策都不一样，很乱啊。所有人都想赚这笔钱啊，对啊，就连动漫节，那不是动漫节，那个国际 ACG 博览会都想要赚这笔钱，哎呀，大家都想赚。哎，是我们的新七机耶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
他们有没有机器可以辨识啊？不然你说那个那些振兴券，而且拿去换钱，对啊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他们官方有没有什么辨识的方法？感觉问题很大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因为是打那个甲级要两次，哎、欸，这个 X 点要两次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再一场，嗯，如果你是打乙以下的话，只要一次就可以了。按错，不好意思，休息。老板应该不会发振兴券的，会被告吧？会被告吧？其实选乙捞船是真的蛮舒服的啦。上一次有一次活动，我就选了乙嘛，选了乙那次好舒服啊。15我觉得也可以战术性打乙耶，15的那个运输量不知道打乙的话是多少，哎，应该不会那么臭吧？960真的很臭哎。拜拜，七弟，生日快乐，慢走。720啊，舒服多了。不会啦，以前都运过3000的，我觉得都可以啦。以前都运过3000的，已经没那么臭了，哎。2000还是3000？2000哦，哦。960、720、480。哎、欸，斩杀不用斩杀吧？不是只要 A 胜就好了吗？我记得运输只要 A 胜就好了，不用斩杀吧？那应该不会臭吧？不是啊，那应该不会臭吧？可以啦。可是，诶、欸，我 P2 没有航巡，是不是很难打、啊？我 P2 没有航巡打得赢吗？因为我看他的建议编程是有航巡的，要放那个水战家，我是没有了。哇塞，哇塞！我已经没水母了。马上捞千岁姐妹，呵呵。
欸，这家真的好吃哎、欸。我接下来看一下，可以放谁呀、啊？先洗个碗一下。你们这边有那个蟑螂系的吗？你们很懂蟑螂的。我一直有疑问的是，我今天如果便当啊吃完了，然后纸容器都还是有洗哦，都有冲干净哦，然后放在外面，都还是会有容易长蟑螂哎、欸。对啊，蟑螂是为什么会想要吃啊？我都洗那么干净了，不懂哎、欸，我都吃的很，我都洗得很干净的。整个纸容器是白的，你不可能洗到完全干净。所以蟑螂是喜欢那个味道，还是那个油，还是那个水，我就不知道。只要有油，它就会吃就对了。哦，那我再去洗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再去洗一下。
好，我洗完了啊，那个纸容器啊，整个洗到破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手也现在好黏哦。办公室之前大家一起吃饭就会吸引蟑螂，但是大家都没公司就买外卖都各餐东西，蟑螂也不见了。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蟑螂这种东西杀不完。你们喜欢吃蟑螂吗？那种酥炸蟑螂还蛮好吃的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去那个 B 点 S 胜 B 点 S 胜。嗯。哎、欸，只有航没有航巡，只有水母怎么办啊？啊，水母现在能用谁啊？我现在水母唯一能用的就剩一台欸，水母只剩一台，但我不知道17跟16会不会用到啊，讨厌，用羊鹿剑，真假？你在骗我吧？羊鹿剑，这个呢？我有这个，我有这个。这个42等的可不可以？42等的水母可不可以？用瑞穗好了啦，用瑞穗算了。这只为什么会特别练，是因为我觉得 Commander 这个角色就是练到改之后就很好用，你知道吗？就可以当水战架什么的。我知道我一定要放在一等，我们应该现在就来练那个，现在就来练那个最上，对啊，但我现在没有最上一等的啊，可惜没有最上的一等。之后有照到再留下来吧，少一只最上啊，航巡啊，好了，不管了，我要上这个了。对啊，我要练到十等啊，我之后直接把它练到十等吧，不然怎么办啊？所以灵骨熊野跟竹魔跟立根这四台船全部只能丢在17吗？因为我不知道17要几个。这一关是要高速统一吗？还是低速也可以啊？不行，瑞穗没办法高速啊。瑞穗高速不期待。我现在剩一个千岁甲啦。千岁甲的话，我后半段就没有千岁可以用了，没有千岁跟千代田。想一下，日镜我会丢在后面啊。日镜我目前预估是丢在16或17吧。想一下，这样放谁比较好啊？放千岁，然后后半段不用千岁。Pola 不是航巡啊 ，Pola 不算航巡吧？哎、欸，他的组合一定要航巡吗？
不能重巡吗？他不能重巡吗？可以重巡。啊，有人说不能，有人说可以，到底是可以还不行？我看编程是一定要航巡跟水母啦。我看的攻略是这样讲啦，就是航巡跟水母啦。介于可以跟不可以之间。真的假的？没有航巡也可以左转。马吉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真的？什么试试看？不要浪费我场次好不好？我今天如果放一只布丁，我现在要去开点，我现在要去开点，我要去 B 点，我要去 B 点左转的，对，我要去左转，对，我要左转，你们不要这样搞我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 Wiki 的。航巡加水母加轻巡三只以下的话就是往 C， 以外的话就是往 D。看起来只能那个啊，看起来只有那个啊，对呀、啊。队伍只有 DD 加 CAV 加 AV 大于零的时候可以往左转嘛。好啦，重巡不行啦。哎呀，放 CBL 会去右边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可以放清空母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清空母我不是有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不行吧 ？CBL 是清空母不是吗？我要去左边哦，我要去左边哦。它只有 CAV 跟 AV 啦，靠背哦。好了，不要被骗了，反正就是 CAV 跟 AV 啦。好啦，你们不要一直左边右边不分啦，干小学生哦。好啦，水母了啦。瑞穗好了，好瑞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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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瑞穗瑞穗瑞穗，好不好？瑞穗，反正都低速，瑞穗要提速提起来啊！你以为我不会提哦？不用提速，到底要提速还是不用提速？欸、你们的路线很多哎、欸，到底是要提速不提速？你们有没有一个同一个答案啊？感觉你们真的很厉害呢。去 B 啦，去 B 啦，我要去 B 啦！你们一直要我去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别提了，别提了，我也不想提啊。要去罗马。我不管了，我不提啦，怎么样？报了再说吧。多西马西哦，反正他也没什么输出啊，就这样假标就好了吧，假标强风这样子。歪了再说，歪了再说，受不了哎、欸！薛丁格的题跟薛丁格的左还是右，我不知道。我被你们搞得好混乱啊！天津风，射射射射射。每个人路线都不一样，是啊，这就是后半段我觉得很让我头痛的地方。大家的打法都不一样了，也不错啊。以前大家都清一色打法，这次大家都不一样，也是不错了。哎，我的那个怎么不见了？水无月。
Demasi。Demasi呀。これ嬉しいよ。おお、なるほどね。そうきたか。そうきたか。不是啊，我现在要开点而已，你们一直在跟我打说打王打王，我现在就开点而已啊。虽然开点完还是要打王啦，对啊，麻烦。嗯，这个部分我们想办法再解决吧。没有航巡位，只能拉一只狮子起来，不然能怎么样？我改天再拉一下好了。开点跟编程其实应该要一致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啦、啊，就瑞穗吧。我觉得瑞穗也没有到不行。いいねいいね。我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歪而已啦。他说锁敌不够就歪掉了。其实开点跟编程应该是要一样的啦。理论上来讲的话，伊内，你抢我们的神通的射程啊！伊内，好啊，你抢起来啊！伊内，もっと、タシレタ、これならいけそうです。わあ、いいか、すごい。これなら私も。好，就这个组合了，完美，对，完美，堪称完美。初级，休息，防空，好，出发。往 B 吧，对不对？哦，转头了，滑进去。滑进去，单中。哎、欸，这个先知鱼雷是不是有点累？那个假标是不是有点雷啊？怎么射了没伤害啊？这样子感觉真的应该要十等的最上比较好哎、欸，十等的最上比较好，最上至少要二连击呢。对面警戒阵，好啦，你要这么说也就认了吧。好，开点完成，谢谢各位，不急。